今天下午啊就要出院了，所以去买点糖果饼干。待会的话，因为要回家嘛，我们还要去买一把那个新书，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习俗。妹妹，你想吃什么？买给你吃。啊？问你想吃什么呀？想好没有？啊？好像还没想好。你怎么看到我的喜欢啊？买一份给。那个车好多钱买的个？我车子1100多块钱，那我就上去接了。好，走。现在我们准备去超市了。爷爷大爷。对。现在我们大爷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叶子，刚刚我们已经选了一些面包，再买点糖啊。这个阿姨贝斯的糖比较好吃，还没有两斤哦。这个开心，这种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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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都把这拉个吧。没的，我是个空的。你说的那个都差不多。这个糖糖甜筒啊。给我要不要？反正就是。你这个叫啥？杨玉龙，谁给的？谁接我？你还要吃什么？肉掉了。啊？够了吗？他很容易满足。好，我来下来了。好，走吧，我们走吧。那原来他们有没有颜料了？拿了拿了你自己行的家具拿了来这个行了，你学了，你先学行的家具，先学了。你好，拿了这个原汤喜欢吗？对啊，还有这个黑色的，对吧？这个阿尔卑斯的你应该喜欢吃啊。阿尔卑斯的多带了几片，买把叶子压着，你再打我几枪。好没用谢，不用谢。好的。好，谢谢呢。妈走啊。拜拜。好，再见啊。护士姐姐，这个是最后一批嘛？打完我们就可以出院了。打预防针不是我们这里打的，有个人要来叫的。小溪的话还要掉一瓶水，现在我去拿一下宝宝的那个预防本，还要给他办一下出生证明。经过我们一家人的最后考虑啊，就是宝宝叫彭新月。啊，谢谢大家的建议和支持啊，感谢感谢。这里，办一下那个，就是出生证明。因为没有带结婚证还有户口本啊，所以办不了出生证明。现在先去结算一下，看一下有多少费用。那不急了。我不干净。扫码完成。你画那个，还没在那个了。OK， 搞完了。